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就是一看，哎呦，马上就不行，就应该反清复明啊！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，未来的世界就应该我们承担起来啊，责任呐、啊！文人，你为什么念书啊？知识分子跟知道分子不一样，明白不？哎呀，就我自己，这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一调查，四川总督岳钟琪，姓岳，岳钟琪这岳是谁的岳？岳飞的岳。岳钟琪是岳飞的十七世孙。就他了，我找他去，从浙江走到四川，找岳钟琪，啪啪啪一拍门，岳钟琪得接待，得接待您有何贵干？来，后面说话，说找一秘书，我看中您了，你看中我了，推翻大清朝。岳钟琪一想。行，哎呀，曾先生，这件事儿咱得从长计。您呐，别着急，咱有从长的规划，对不对？咱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，您跟我这儿住一礼拜。哎，咱畅想您预谋预谋，这边就住，好吃好喝，每天醉生梦死，吃了睡，吃了吃了，反正话说的多，都喝酒了。掉头那边汇报给皇上，皇上给他给我押到北京。岳钟琪亲自押赴，人雍正皇帝在朝廷里面，在紫禁城里面每天办公，跟这曾静说：“哎，曾先生，你天天可以跟着我，睡觉也可以跟着我 ，OK？ 你看看我到底是怎么当皇上？一礼拜，曾静被皇上感动。”皇上错了，我误解你了。没事，江湖上你不是说我有十大罪状？我听你说了，我利用这几天你写了一本书，叫《大义觉迷录》，针对着社会，靠我的实力帽啊，一一做出了解释。现在由你来负责到全国2000多个县来进行宣讲一番，你看一看。好。每一个县，诸位，我是曾静，我受皇上委托，给大家讲讲这么多年的政治大事。第一，江湖上有人传言，先皇是县皇给弄死的，啊，还有这事？你说那是没网络，没电话，没电视，没网。